今天骑 U-bike 过来，就发现这怎么一路上在这个芝山捷运站这里通通是树叶掉下来。之前没有这样子，可能今天温度突然变热还是什么，所以这个季节的心意。今天阳明大学的周成功教授传一个讯息跟我说，他的妈妈昨天晚上过世，所以今天看到这个情景有点特别。本来周教授今天是要跟我到一个地方去的，但是临时就他妈妈昨天晚上可能在睡梦中过世。为什么录这个呢？就是说人生有时候很多事情并不是我们人能掌控的。OK， 好，因为我在赶时间，就先这样，拜拜。